如果都是天阴的话，有时候就会结冰，有时候不会。走快的嘛，不要一个小时；走慢的嘛，一个小时多才走得到学校。大家好，我叫王福满，今年八岁，读三年级。这是我小爷，这是我姐姐，这是我奶奶，这是我爸爸。家里面经济条件差，就是我们住大人的，就是没有给他买一点帽子啊、戴着啊，没有给他多买几件这个厚一点的衣服他穿。要是以前给他买点帽子啊这些他戴着，他就头发上就不会这样冰了。这个地在我们这里就是只能种这个洋叶、土豆、这个桥子、梅子，只能种三样。那以前这些地是我们都是种庄稼的地，后面找他们化了就是栽成树子，也没有地，地也少，就是种的就是差不多就是够吃，有些山吃的还不够。一年的话，这个像我们出去就是这个一年，这个毛上就是应该能挣一两万零点，但是还要出来吃的、出来用的。这个就挣不到钱。他就嫌我家穷，就是。他就跟着我过不好日子，他就走了。他以前的时候就是我们村里面就是家家修那个房子修平房，他就说是我没也没有钱，家里面穷就是也修不起房子，来住，就是那么多人就是住这么一小间房子。是的，哎呀。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小这个兄弟，他睡在他的睡在这里。这个是王福满的奶奶和王福美睡在这里，这就是他们睡的铺。那就是那边温度量这些其实都会漏雨漏风，进来都。要刮风要刮阵了。哎，对。你在哪儿住？我在楼下是吧？在这里，哎，这里。你和儿子在这边。嗯。后面，我听他就是这样为我说，为我这样吵啊，这些，我就给他说，不怕的，我说慢慢的，以后苦着钱，慢慢的又来修，又来，我们省着点，这个，省吃俭用的，省那么有钱嘛，又来修嘛。印象倒是没有，他小时候，带我们很少出去玩，但不过他有小时候，有时候喜欢打人。滴滴滴滴滴滴，嘟嘟嘟嘟，啊滴滴，滴滴滴滴，我们要抽抽。变化也，也给我们带了一点，但是也好像没有变化个什么。几乎我们这些就是早饭几乎都是吃养鸭这些，只是就要到这个晚上再吃一顿，就是吃两顿饭。平常时间如果中午啊这些如果饿的话，这些就是羊一捡来烧了，就吃了。
在我们这里，从我长到这个20多岁，马上30岁了，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就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从来都没有变过，都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这个村里面就是以前有30来家啊人在这里住，现在就是在他们有些把房子修了，都是住在上面去搬上去了。现在住在这里面的就是还有好像就是个7、8家。从我出去打工那时候我就有这样想到，就是说出去找工作啊，这些就是找不到工作，我就想到就是怪我们书读少了，就是没有文化，就是心里面就是在想，就是说自己以后小的这些孩子娃娃就是要让他好好的读书，多读一点书，这样以后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哎，你看没的脑子啊。还希望他就是看起娃娃的面粉上，我们就是能赚来，还是就是叫他赚回家来。如果说他故意还都是不能赚来了，我们就是他也可以说打个电话赚来问下娃娃啊这些，这种比较想的要好一点。想多好的水才会好。哎呦，干毛了还吃油腻子。我跟我想说的就对我妈妈说的，就是希望她快点回来，不要让我爸爸去找。希望我未来能过上好好的生活。就是让家里的人穿得好、吃得好、睡得好的生活。Thank you.